家好，今天我是你的主持人苏琳。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女生真的很麻烦啊。看，你为什么要请来宾？给我一个人讲完就好哦。哎呦，还要给什么通告费哦？几多钱啊？这样子。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，三湾、三叔、三三，还有阿蛋。现在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来宾，三湾。三湾你好，你好。你觉得做女生麻烦吗？当然麻烦啦、最可怕的就是哦，有一次我姨妈来啊，有时候叫醒你的不是闹钟，是姨妈来的感觉。你知道有时候姨妈来，不只要洗自己的裤子内裤，是连床单、被单都要洗，还有可能会渗到床，那真的才是大件事。有时候没有弄到床，真的是有点幸福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弄到床哦，不只是洗而已耶，你还要扛出去给太阳晒。洗床单被真的是小事，最折磨的是什么？筋痛啊！肚子被连续打几拳这样子，那个感觉就是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趴也不是，滚也不是。那天的行程都被取消了。有些老师啊还规定你哦，一学期只能不上四天课，包括病假、例假。只要你四天不上课，就会当掉你耶。你讲这个应该吗？那时候哦，我就请了三天课，再请多一天，我就被当老师，不是？所以只可以吃止痛药解决哦。你不知道都会伤害那种我们这种脆弱的身体的没？谢谢你还没有讲完。还有哦，每次来月经啊，都要麻烦人家帮我看后面有没有弄到。有时候哦，同桌男生啊，也已经叫到不敢尬了，真的。就是哦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哦，都不是市场啊，不会每次弄到你的皮肤那一侧啊？就每次黏到旁边哦，就超不舒服了，就是要一直调啊调啊。我因为很担心哦，别人看到你会不会觉得你在做什么这样子，很尴尬哎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这个。还有。真的很衰一样的，你知道他那一天没有来哦，他那天就准准给你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的，就是那么灵哦。每次我们讨论下个月要去哪里玩，要避开姨妈的那个礼拜啊，一到上礼拜或下礼拜这样子，结果在你 happy 拿行李的那一刻，生气了，我不讲了，我拜拜了。那我们谢谢生温的分享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邀请第二位嘉宾森森。到我了。除了来月经呢，你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吗？哇，请说。YouTube 啊，现在不是很流行 YouTuber 吗？然后啊，我就有时候会看他们弄美妆的教学呢，学他们画啊，眉毛啊，不懂为什么跟他们说的话有点不一样啦。那种眉毛高低啊，我永远都对不准的。单单一个眉毛哦，我就要卸两次这样子哎。还有啊。最讨厌的就是眼妆哦，每次哦都跟他们画的不一样呢。你们看，他们眼是不是？你们讲，这些 YouTuber 是不是骗子？是不是？啊？就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好像太凶了。骗子其实不是最可恶的。最可恶的就是每次开开心心出门呐、遇到这个太阳公公啊，大流汗、大脱妆去见朋友的时候啊，朋友看到我就讲：“看谁化妆？”当下呢，我就把我的化妆品都丢掉了。对，丢掉。哼，我分享完了啦，我是森森。谢谢森森，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森叔。我的话，应该就是内衣了。我觉得每次啊睡觉哦，穿着内衣哦，真的很像有东西压在自己身上这样，难呼吸
啊。好像啊，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穿有铁的内衣嘛，就更不舒服哦。那个铁啊，真的太硬太痛啊，就会很想要把内衣脱掉。有次啊，好死不死哦，快就搞好了，那我就跟他讲我住十楼，其实我才住一楼而已。只要大动作的时候哦，它就会跑位哦，就很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女生一定懂的，一定要做那个动作。就有时候就很怕哦，男生哦会看在我们，你知道吗？瞧内衣的时候，然后再有时候哦，那内衣钩突然掉出来了，再有时候，那内袋又会滑出来，就真的很尴尬，就灾不哦。唉，谢谢生叔的精彩分享。现在让我们欢迎阿赞。Hello， 啊Hello。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女生的头发吧。每一次吹头发哦，长头发女生都懂，手超酸的。然后我们就找很多方法让头发变干。还有每一次真的不夸张，吹完一次头发就要去冲凉多一次。那热气是热到，那个汗哦是流到。气死了！还有啊，头发犹如女人的命啊，有时候遇到大风哦，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。面风要顾刘海，为了要顾刘海，遮脸大的头发都被吹去后面了。男生一定想，那你就逆风咯。好啊，逆风，你看，这能逆风吗？这些风吹就算了哎，这些风吹乱了过后哦，再来就是什么刘海。留个成什么样啊，都可以拿来煎鱼咬了，然后辛辛苦苦洗两次澡，我还要被问，哎，你没洗头啊？头发这样油啊，啊油耶，看直接变油头蜜鸟哩，是不是哩？辛苦吗？你讲麻烦吗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述女生一样有同样的烦恼，相信是女生的话应该都有吧。这个影片呢也告诉我们，男生呢要好好体谅女生。然后观众你们呢还有遇到什么烦恼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让我们来把烦恼说出来，让男生们来了解吧。男生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烦恼，也在下方留言，让女生也懂你们也有同样的烦恼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烦恼是上述的女生都没有提出来的，就是呼吸也会胖啦。哎呦，我的嘴巴很痛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哎，我的嘴巴很痛，我的牙齿到了，不对，卡住。